可以，创意给分，创意给分，创意给分，真的。对，多来。是不是要创意？是平常跟他们，平常跟他们的交情啊。又有贿赂。上面谁在比有没有？你看晚上吃什么？聚餐全包，今天讨论在吃啊。再加汤啊！晚上加吃我聚餐都聚餐全包。我还去广告有他的叫什么？对，因为不善的，是我平常我。万在，看得出来，怎么那么细？哇，出事！万怪怪，等下出事，细这个东西，对，哇，雄心万鬼，收尾不对，收尾烂尾，明显吧，不用比吧，小不用比吧，我这样怎么比呢？那什么意思？雄心万丈，哇，接到。就是雄心壮志。如果林立这样是60的话，这个应该已经100多了。你是最好吃啊，太夸张了啦！我觉得燕妮的字算是里面算比较工整一点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书法如果这样子写，我觉得还是要有点粗细的那种氛围。所以他的部分，我觉得应该算是及格啊。因为我觉得他自信心很爆棚啊，我自己是觉得我没有及格，准备都不及格。我自己看是很喜欢的，很喜欢的。对，好，然后他这个这几个点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。飞那边吗？对，那个飞那个羽毛，小翅膀，这个小翅膀，所以应该是比及格还会高分一点。那个雄心万丈，我那个心的部分，虽然不是我建议的，但是有爱心就给过。最后爱者那个非你莫属就是创意满分，非你莫属，非你莫属就是一个创意满分，字非常工整，好，那个数字不错，很有创意，我建议。然后阿力的话，阿力名字，好，那个刺那个收尾我觉得不错，这条我最满意，我觉得那签名不给过。签名没有签名的话，你或许会打高分。好，爱心加分，爱心加分。你是那个雄心万丈？没有吗？我也没有啊。我有。不一样，我要建议他多。对吧？很大颗爱心的，我喜欢。我觉得他万字毛很。飞影木就是，我觉得爱心没有，就是非常的勾引，有特色，特别可爱。然后那个再加上那个四个字，就是特色。一起放。来这一张，我觉得他比较灵魂的点是这个部分，很帅，又帅又对，支撑起了整个双眼。我觉得这是蛮吉祥的两个字，真的。那再来这个马，那再来这个马，没礼貌，快点。那小爱心的部分，我觉得是还不错啊，像这个点点，这是飞小翅膀哦，小翅膀点缀，这是点缀哦，点缀，好，那就这样吧，超敷衍哎。那这个雄心万文，你是不是到底是膨胀？哦，这个大爱心，因为刚刚也是裁判们的建议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 OK 的。大爱心不圆满。那再来到这个非你莫属嘛，这个是创意的给分会占到比较重的比例，那字体也是算相当工整。上网查的厉害，对啊，自己想的，自己想的，上网查的算的。哦，那这样又有争议了，来停，裁判讨论时间。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，对，都有一把尺，都有一把尺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数3、2、1，然后做一下笔边的动作，对，来决定一下我们心中的那个投票。站好，来，请站好。来3、2、1，哎呀，那根据刚刚的投票结果呢，我们今年的创意春联比赛呢，我们的获胜队伍是左边的爱泽跟君胜，那这边是我们的奖品，谢谢。预料之内。我现在带大家来开箱我们这个冠军奖品，这是一个 NBA 75周年的礼盒。好，你看到，因为是过年嘛，所以一定会有这个红包袋。然后这也是75周年，因为这是有用钻石镶边的。然后这个口罩也是一样，就是比较普通的啦，就是NBA 75周年而已。然后也是跟刚才的那个红包袋一样，是钻石镶边的。
然后当然因为过年嘛，就是喜气就是红色，以台湾过年来讲啊，所以就是这边就推出老鹰跟公牛的。然后老鹰这边是有十个，就是我忘是五个红还是五个白啊，但是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买就知道了。然后这公牛也是一个五个红或五个黑，就是大家可以去敬请期待他们之后会推出的各种产品这样子。然后最近因为疫情又升温了，所以大家记得出门要戴口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创意春联大赛，正大雄鹰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飞你莫虎，雄心万丈，振翅高飞，雄鹰第一，耶！